男的就是正官，就是子息星。正对。啊，女的就用偏了。你用十三。女，事实上哦，事实上在八字分得很清楚哦。八字女命哦，儿子是三官，女儿是食神哦。然后男命的话，儿子是七煞哦，女儿是正官哦。正官。这是在择日把它简化，男命的子息星通通以正官论。不管男女，就择日是这样子。女命的子息星，不管是男女，通通以食神论。他那条了哈，在八字有分开，八字分得比较清楚。那择日的话，女命的子息星就是食神。那食神是死，不是三官才是正啊，食神是偏的。所以说偏的话就是阴阳相同，所以天师是甲，那甲。甲地支配什么？一样用壬水，怎么样？取壬水。壬水取壬寅啊。壬水起壬寅，壬寅嘛，对不对？五五遁，壬水起壬寅，乙庚起戊寅啊，不，甲己起丙寅，乙庚起戊寅，丙辛起庚寅，丁壬起壬寅，戊癸起甲寅，对，所以丁壬起壬寅，所以一样壬寅哦，壬寅。人癸甲啊，所以说怎样？女命的子息星天赐就是甲辰，怎么样？讲义上有。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算了男命的七星、男命的天官、女命的夫妻、女命的天赐，已经复习了四次了。这个就是复习我们之前教的，没有问题嘛？对不对？没有。好，老师开始，你都讲方便五五个人是甲己及己比你。来，在我们的课本上有，我们的讲义课本上有，再往前，往前，这里有，这一页有没有？天德、业德这里有，就在那里。甲己有没有？戊遁甲己起丙寅，乙庚起戊寅，丙辛起庚寅，丁壬起壬寅，戊癸起甲寅，有没有？骑的就气啦。